近日，电影《何以笙箫默》在北京举办发布会，黄晓明、Angelababy、后主姐谢依霖、超模何穗纷纷到场助阵。Baby 身穿 Fendi 2015春夏系列浅蓝迷你小礼服，搭配缎面系带高跟鞋，化身灵动活泼小女人。而黄晓明则选择了一身与他同色系的西装亮相，十足情侣范儿。身兼出品人、制片人、主演三职的黄晓明，为了电影也是蛮拼的，不仅扮嫩重走校园，还邀来杨幂、何穗等美女主演，更命令女友 Angelababy 来客串妹妹。其实一开始让她来，我是拒绝的，我真的是拒绝的，因为我觉得她一来肯定大家会跳戏嘛，对，我也怕杨幂会觉得不舒服，对。但是后来真的是没有更合适的演员了，我就厚着脸皮给 BB 打了电话，我说你来帮我这忙吧。 BB 二话没说就来了。女友如此贴心仗义，黄晓明更是感动的现场表白，小两口当众打情骂俏，更是惹得台下一阵欢呼。别带着这种冠冕堂皇的话。哎，我说的是实话，明明就是命令我，哎，你必须要来啊，对，三天后啊，那个时间必须给我留出来啊，没有别的人了，你必须要来啊。我都要用我的一生报答你了，还怎样？因为电影讲的是校园恋情，令大家不禁想到黄晓明曾经的校园暗恋对象赵薇。提及此事 ，Baby 倒是显得颇为大方。我特别喜欢赵薇嘛，对，她的暗恋对象也是我暗恋的对象，这关系是不是有点复杂？反正就是她是我一直以来的偶像嘛，所以我觉得她眼光非常好。